看不见的时候，主向我要信心，暴风雨的夜里，主向我要歌声。所以呢，我的侍奉，我是选困难的，因此我开教会、建教会都是困难的，但是那个神的怜悯恩待，我就经历很多收割，欢呼收割。萧昭和牧师，沙巴卫理公会先驱，1959至1962年参加多间圣经函授学校研读圣经课程，1963年加入西安圣经函授学院侍奉，1983年开始越州布道事工，并成立沙巴第一间卫理公会，1991年起开始跨国拆船布道事工，协助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工作，成立教会，2003年退休，仍巡回各国布道，至今不休。萧昭和牧师出生于沙拉越施乌北部一个小乡村，九兄弟姐妹里排行第六，他家境清苦，高中辍学，接连打过几份工。1962年底，同学从市区给他捎来一封信，使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捩点。他从市区回来，他就给我一封信，说这个是王继珍牧师寄来的。他讲到西安圣经函授学校要办高级科，神学院的院长需要一个助手，叫我马上去跟这个院长见面。我很感恩，我在1963年进入西安圣经函授学校侍奉，到今年刚刚好60年的时间都在教会侍奉。1965年，萧昭和牧师受派到发福港昭福堂做代理传道，1977年在施乌福源堂侍奉，1981年他前往沙巴斗湖吉山打根出席活动，见到当地情景一时感触。沙拉越1901年就有人来垦荒设立教会，何竟沙巴一所卫理公会教堂也没有。我们那个时候对沙巴非常的陌生啊，那么我刚刚到这个沙巴要建立教会堂会，去西部捐钱的时候，他们还问我沙巴的钱跟沙捞越钱会一样吗？当时许多施乌人前往沙巴创业，勤奋刻苦，生意很快就上轨道。然而当生活改善，一些基督徒很快就忘记神，再加上当地教会多以客化为主，福州籍贯的施乌人听不懂，便又有了理由不去做礼拜。所以呢，我是到处去找这些人，听到讲福州话的，我就马上说：“哦，西部来的哈。”我说：“你以前有做礼拜哦，现在没有了哈。”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：“西部来的几个没有做过礼拜，都是主路学开始的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后不一样了，堕落了，以后就离开主了，发达了，有钱了。”所以我说，我刚刚到沙巴的时候，我最初是两个礼拜去一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久没有做礼拜，也得很讨厌呐、啊。你没有来，我们生活打牌、打 golf 已经跟社会人一样干流了。你现在又来嘎啾嘎啾，啊！经过不懈耕耘，1983年4月24日，沙巴成立了首间卫理公会亚庇卫理公会神恩堂。1985年，为了沙巴事工，萧牧师举家迁至亚庇。1990年，沙巴宣教议会成立。2004年，成立沙巴临时年议会。
2018年升格为沙巴年议会。1991年样乐州百思呼声，肖昭和牧师开始跨国的拆船布道工作，每月一次前往探访布道，成立教会。1991年至1997年每个月一次，他由亚庇飞去澳洲和纽西兰布道，先后建立了几间教会。那么我98年之后，我本来还要在阿根廷、智利，还有这个匈牙利、捷克、波兰开教会。以后我感觉到开了教会，我要负责经济，我要负责人，找人最难找同工，所以我98年之后我策略换了，不开教会，协助教会。所以我98年之后，我就到纽约、阿根廷、智利，还有波兰、西班牙、匈牙利、捷克帮忙华人教会。我就是一年每一年去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这样到他们那边协助他们讲道了。2003年，我们本来可以做到65，我做60岁就退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想做会长，好吗？做会长不容易，因此当我提早退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我有很熟的，他说：肖牧师你好笨，马上就要做会长了，为什么要提早退休？我说你不知道，我自己知道。2000年开始我不牧会，那个时候我是就是帮忙各教会，有同工说你哪位理工会的薪水做别人教会的工，我听了很难过，他一点过度的观念都没有，什么别人教会的工，我出去帮忙别人教会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哇你们教会很好，可以有一个全时间的同工来帮忙我们的教会，这个叫做过度的观念，他的心窄、心胸狭窄。我们教会不是只是单单为理工会。肖昭和牧师从乡下孩子到国际化的巡回布道家，越是受人瞩目敬仰，越是有种孤独感，是旁人所不能理解的。好多人不敢亲近，他说圣牧师很忙，不要去找他，不要跟着圣牧师，圣牧师很忙的。所以凡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地位的人，一般都会觉得很孤单，因为年轻的不敢找你，年老的、年纪大的就认为你很忙，年轻的讲这老牧师一定很那个的，也有一些误会，肖牧师这样走天下的一定很老哇的，会很骄傲的，很骄傲的，不容易亲近的。牺牲没有，都是得着，舍得舍得，你要舍去一些东西才有得，你没有舍去一些东西，你哪里有得呢？舍得舍得不算牺牲，都是恩典。劝勉我们同工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千万不要怕困难，也不要太过计较，人会亏待人，神从来不亏待一个真心侍奉他
他的人。我们八福，第一福到第七福要自己追求的，唯有第八福要靠别人骂你，别人攻击你，诽谤你，说坏话，攻击你，你才得到第八福。哎，果然，每一次我都可以经历到，一有人攻击我、诽谤我的时候，接下来福气就到了。所以你在教会侍奉，你一定要学习到这些功课。人家弄你生气，千万不要生气，笑笑的面对。人家越欺负你，人家越恭敬你，越感恩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当你灰心难过，当你遇到困难，就唱这首歌。我说主啊，我不能，你知道我心里乱落，我就听主对我说，主对我说，说什么？嘿嘿，夜我走过，我能分担你的忧愁，失望我一生过，我能担当你的软弱，看不见的时候，主的话给我信心。